点一点鼠标就能在大屏上直观地看到场馆的安防、消防、能源、客流等信息。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这套智慧场馆管理系统，包括时空看板、赛事筹备、数字孪生、运维管理和应急管理五大模块。每个模块下面又细分了许多功能，未来将大大提升桐庐马术中心的管理效率。我们这个智能管理系统，人的宏观上来讲，大的呢就是涵盖我们场馆内和外周围所有的设施设备也好，人员还有工作任务也好，都能够统筹的管理起来，然后在这个管理系统进行展示。然后我们要细致的到呢，就是各个场馆的各个部位以及每个设备它的状态。数字孪生是这五个模块中的亮点，这是根据场馆的具体实物以1:1的比例打造的，期间安装了400多个摄像头，可360度无死角对整个场馆进行实时监控，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，系统都会在包括手机在内的各终端发布提醒信息，以便工作人员迅速做出处置。手机用户只要打开马术项目小程序，这套智慧场馆管理系统就可以与电脑客户端相连。目前系统正在做最后的任务流线梳理和设备数据对接，到3月底前，这套系统可正式上线运行。比如领导分配了一个代办任务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代办任务点击进去，看到具体的一个任务类别，然后进行一个任务的进度的更新以及跟进。经过1年多的施工，桐庐马术中心已经通过杭州亚组委赛事功能预验收，目前正在根据反馈结果进行细节调整，预计3月份前达到整体完成标准。同时，约1300平方千米的桐庐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也已通过国家评估，首批70多位工作人员已经入驻，在5月的测试赛时将迎来第一批赛马。